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呢，当知世人呢、啊，一处直经，一处火松，变法界直，满世间奇，奇变世间呢，另有方所。说明这个火，假如你要使它升起来的时候，天空中太阳正在光明灿烂的时候。世间上所有的人，一个人拿一个火方珠的镜子，拿一把艾草，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啊，一处一个地方，一个人拿镜子拿艾草对住日光，能够引发这个火出来。所以一处直径，一处火生，变法界直啊，满世间起，进十方变法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拿一个镜子，就是这个火方珠，都拿一把艾草对住这个日光，同时都会生火。这个意思就是随众生的需要啊，并不是说他只有一套一个人的镜子对住艾草他火来了，那么第二第三都这样做的时候他火来不来啊？照来不误。不但是三两个人同时这样做，他火光照样出来，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拿个火方珠的镜子，每一个人拿一把艾草对住日光，同时燃烧啊、所以叫做变法界直啊，满世间起，满满这个世间，你只要照这种方式去做，满满整个世间痛处都有火光出现啊、那就变成火的世界，所以叫做奇变世间，周边所有世间中任何人之这种方式，用镜子照射日光，下面有艾草，都会引发这个火出来，那么既然如此，它哪里有方所呀？您有方所，那怎么会有方向所在？火在哪里？哪里有方向所在？因为它是周遍的，无处不有的。我们在这里这样做，火会出现。那么在北部，乃至在他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用这种方式，照样火都会出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顺业发现，顺是顺，顺住众生的业力，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发现。从前呢、有人说这个灰朽土人的房子着火灾啊，不一定要有自己有什么火才会发生。有人说那有天火，天火什么叫做天火呀？这个人遭到这种的火灾的业，他自己的业力发现，那个时候啊，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他只要有一点点火就会引发很大的火，就会把一个家庭都遭到这个火灾。原因是在哪里？他自己过去造了这个火的业因，现在火灾的业因成熟了，他要出现啊、他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业力啊，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心地里面都有这一种的业缘种子都存在，没有碰到助缘呢，他不会升起现行而已一不小心引发这个火，他就会发生大问题来。所以平常
凡是所有的造作，对火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它无处不变，随时都能引发啊。例如说你这个电源啊，用这个延长线插电用久了，你不换，里面出了问题了啊，发生这个冒火了，那问题就很严重。所以我们凡是用火的地方都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火是无处不在的，无论什么地方它都是有的，这随着众生的业力发现。那么你不要造成这个助缘，造成这个助缘，这个业力的业种，这个因种就会引发作用啊。例如说你很小心啊，把这个火啊很注意的不用的时候就把它关掉，不会出问题。不用的时候你不关，好，有这个原因啊，它就会引发这个问题来。所以它什么地方都有火，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火的。嗯，有人的地方有火，有众生的地方就有火，有医报的地方就有火，随时随地都可以有火的影响。这都是随众生的业力啊，会发现这些情况。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既多，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这是破除众生的迷惑啊。世间的人他没有这个知识，不懂得这个道理，迷惑认为啊一定要有清净助缘啊。例如我要点火，我有这个清净，我有这个助缘，那么这个火就会发生啊。或者是外道所执着的，哎，自然火自然就会出现啊。无论你执着因缘，执着自然，都偏你一边，都不究竟。假如你不造这个业缘，因缘自然都不成。而本性中本具这个火，这个火的火性周遍无处不有，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呀，单说因缘自然都不是实在的。所以皆是众生的世心啊，分辨既多。世心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在哪里分辨，在哪里直记啊？度量认为哦，火是因缘生，是自然生，这都是错误的。但有言说啊，都无实意，只有言说而已，话上说有这个话啊，但是实际上他不了解这个多真正的道理，那么这是火的。火无处不变，不但是变于医报正报，也变于进十方变法界，无处不有，随时随地都会冒出火光来。例如我们稍微做事不小心出了问题，就会光火啊。看到人做得不好，我光火了，火随时就光出来，发脾气也是火啊。这个火问题更严重，烧得更厉害啊。所以这是火是无处不变，叫做火大，这是第二啊。第三，水大，水也是周遍的，也是无处不有的，这里发明这个道理。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水性不定，流系无痕。水它没有定性，不过水性有一点，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呀，它一定是往下流的。你有没有看过水往上流的？它会不会从楼下流到楼上去？用摩打那不算啊，用马达出的不算。你用水开过水道叫它流到楼上去，有可能吗？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水它必定是往下流，而你叫它怎么流它就怎么流啊。30年前水流东，30年后水流西，那么这个水道随时它也会改变，实际上不论时间，随时都会改变。那么这个
流是随正在流动，息止息不流，止息不流，它没有一定无恒，恒是恒常，它没有恒常性，不一定，有的时候水在流了，有的时候水不流了，中部啊，有一个地方叫做水无流，客家话叫做水没流，水没流，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地名，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名啊？很怪的，它那有一条河啊，是小溪的，水经常看起来是满满的，看不出它的流，看不出它的流，它又不是死水耶，不是停住不动，不是像水池里面停住不动的水，不是，是有流，可是你用看，用眼睛看，看不出它流的样子，水是在流，可是用眼睛看，看不出它的流，所以用看等于没有流，所以它那个地名就叫做水没流，水无流，水没有在流啊，所以不流它就停住，流它就在流，所以流息没有一定啊。哦呢，水性不定，流性无恒，如是罗成迦毗罗仙作迦罗仙及波陀摩诃萨多等诸大梵师求太阴经用火换药，这里说水搭呀，很特别的，他不拿普通的水讲，而是拿月中之水的水晶讲，因为这样子才有话讲啊，世间的普通的水没什么话讲，因为大家都看到的，这个不容易得的水才有话好讲，而且呢会说的很热闹，那怎么说呢？佛就指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度就是在舍卫城有一些外道，他们呢就取这个月亮中的水晶来混合他的这个幻化的药来变幻术变魔术啊，那么以这个方式取水的方法，那么这个就有话好讲了，如好像啊，就像湿罗城，湿罗城就是湿罗发城，湿罗发城就是舍卫城啊，像这个舍卫城中有一些外道，他们都是修仙的，所以称他叫做仙。第一位的迦毗罗仙，迦毗罗这个人名啊，迦毗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发，头发的发，黄发，可能这个人的头发是黄的啊，这是一位仙人的名字，他也是采取太阴啊月亮的水呀、来活药的，这个第一位作家罗仙，作家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轮，轮车轮的轮，作家罗轮啊，轮是圆形的啊，它为什么叫做轮呢？古著这样说，那他自己自认离圆呢、他认为他说的道理很圆，像轮子很圆啊，他能够推破其他的各宗派，因此他叫做轮，好像车轮在地面上颤过的时候啊，东西都会被他压坏，那么他这个轮的道理能够破坏其他的各种的说法，他有这个能力，他自己认为了，所以叫做作家罗仙。我想这个总是望文生义了，文字上翻成轮嘛，就说这个道理来，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反正他的一个名字而已了，
这是第二位，他也是采取太阴经啊、就是月亮中水呀、来活换药的。疾病疾，波陀摩，波陀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吃莲花，吃色的莲花就是红莲花了。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红莲花呢？古著说这个人呢住在这个莲花池边，他住的地方有一个莲花池，而莲花池里面开的莲花都是红色的，因此大家就拿这个莲花来做他的记号，称他叫做波陀摩，吃莲花。那么这也许是别号啊，真正的名字就不得而知。这是第三位，他也是一种幻术家，采太阴经，把这个月亮的水采取下来，然后啊，那么去混合他的幻化的药，变成这个药的幻术啊，你必定需要这个月中水。这是第三位，欧萨多，欧萨多也是一个外道的名字，他详细的名字比较多字，应当是叫做欧加萨穆多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欧加萨穆多罗啊。经文呢、它要简称啊，要简化成为四个字一句嘛，下面有个等字凑足，所以叫做欧萨多等，欧萨多就是欧加萨穆多罗，欧加萨穆多罗啊，这是简称，就是叫做欧萨多。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海水，海水。欧加萨穆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海水。这个人住在海边，近于海水，所以人家就称他叫做欧加萨穆多罗，称他海水。这是一种似水外道，拜水的。印度啊，拜原石、拜衣帽、拜一切万物的这个外道多得很。像这个婆罗门差不多都是拜火的。这个欧加萨穆多罗他是拜水的，是拜水的外道。还有拜风的、拜空的、拜什么都有哦，奇奇怪怪啊。那么这个欧萨多这个人，欧加萨穆多罗，他也是会变幻术，他要用的药也是需要夜中的月亮的这个水来混合才能成就啊。等表示不止这四位，可能还有很多，不必这样一一都举出来，用个等字来包含啊。像这四位等其他同样都是搞这一套的诸大幻师，释迦牟尼佛很客气哎，他很客气，他对于这些外道他都称他幻师，变幻之师啊啊。那么他不会只是称他的名字，他是表示彼此之间有尊重的心理啊。诸显示这一类的很多啊，他的幻术很大，称为大幻师，就是说他用这个药去变化，能变很大的魔术，可以变成一个大城，很多人来往，里面什么都有，他都有这个能力变化。他们都是取月亮中的水呀、来混合他的药，所以经文接下去说求太阴经用火换药，太阴就是月亮啊，经就是水，就是月亮啊，月亮是属于水晶，清凉的啊，太阳啊，日光属于火晶，是最热的，所以他们这个两种啊，这两种东西在天空中，白天有日光啊，很暖和，晚上有月亮，很清凉啊。他们都求这个太阴经，就是向月亮求水呀、求这个太阴的水做什么呢？用火换药，用来做混合它的变幻术的药的这个主要的用途，
需要这个太阴经的水才能够把它的泛素的药能够做成啊。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听闻正法，共取正觉，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生以及印赠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裨益大众。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共襄盛举，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广利众生。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话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屏东万丹慈悲超度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点灯、药供、供水、护生及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月19号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屏东万丹慈悲超度道场，地址屏东县万丹乡砖寮村合体北路501号，联络电话0870711190，0870711190。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上午8点至8点半于屏东火车站南二门备有接驳车。生命电视台南道场举办新春礼千佛祈福法会，恭请湛德法师领众。日期
1月28号星期二，大年初四，上午9点，礼拜过去庄严节千佛宝忏，十供养护生祭佛前大供。1月29号星期三，大年初五，上午9点，礼拜过去庄严节千佛宝忏，十供养护生祭佛前大供。下午礼拜88佛弘明宝忏，地点台南道场，地址台南市中西区福联路106号一楼，联络电话0621311112，0621311112。不要以为心好就好了，吃肉没关系。试问杀生食其肉，心哪里好了？别再固执了，好好发愿不吃众生肉吧。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